各位的莅临哦，也代表到我们虎尾镇公所以及我们各协办单位呢，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欢迎及感谢。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节目呢，安排的非常的丰盛哦。至于我们现场呢，也有我们所有的胖卡市集，还有我们很多的摊贩，希望呢大家可以踊跃的哦，参与今天非常开心的活动。那么今天的太阳呢，可以说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热情。那么在待会呢，也希望呢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热情，跟我们一起呢参与今天哦所有非常开心的一系列活动。那我们周边的摊贩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希望呢大家在今天都有一个非常不同凡响的情人节。那我们呢在下午呢所安排的活动哦，有我们各大校园呢的热音社的演出。那在晚上呢也有许多呢巨星的卡司。也希望呢大家在今天呢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开心。首先呢，是不是先让我听到我们现场最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由这个最热情的掌声呢，为我们今天的活动也开启一个非常棒的序幕。那我们首先呢，介绍到我们今天第一个团体，来自于我们虎尾农工的热音社。那我们现场呢，就把我们的麦克风交给我们的主唱佑杰，掌声欢迎。大家好，我是虎尾农工热音社的主唱李佑杰。那我们的第一首歌是庾澄庆的《情非得已》。那我们的吉他手也是我们热音社的公关陈颖正，然后我们的另外一位吉他手王维珍，那我们的鼓手也是我们的社长姚景林。没有啊，女主唱没有介绍。女主唱啊，女主唱莎莎，没有啦。今天呢，我也是今天活动的主持人。那么在晚一点呢，我们晚间节目呢会安排另一个主持人，也是我们在云林县非常知名的法比老师哦。那么今天呢，也希望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的热情，跟我们一起狂欢我们的七夕情人节。现场呢，我们把交给我们的虎尾农工热音社，共同欣赏呢由他们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想念着
然又会遇见你，我是真的真的不愿意就这样陷入爱的陷阱，开启一个很棒的序幕，同时呢也需要我们现场所有好朋友的热情，持续呢带来第二首第三首更多好听的歌曲。今天晚上呢一个非常完美的音乐飨宴也在呢我们虎尾呢一一来为各位呈现哦，来